大家好，继上一支23种鸡蛋做法的视频之后呢，我打算发起一个100种鸡蛋吃法的挑战。我希望这一系列的视频呢，可以对早餐困难户们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吧。希望这个 flag 不要倒，大家一定要监督我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会分享8种，如果你没有看上次的23种的话，记得去补齐哦。喜欢的话呢，也一定记得点个赞、投个币或者是疯狂弹幕啦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正好。
Buttermilk 的部分我用到的是牛奶加白醋，那柠檬汁替代也是可以的，把它放置10分钟左右。这个呢是整个蛋糕它松软，加上湿润的一个关键哦。那我另外准备了一些奶油奶酪，把它切块之后呢，也是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去冷冻，这个时间就比较短，1个小时左右就把它冻硬就可以了。室温软化的黄油，那我在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黄油已经充分的软化了。把它稍微搅打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白砂糖，继续去把它搅匀。准备2只鸡蛋，然后把蛋液呢稍微的打散，搅匀。加这个蛋液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就是分2到3次去加入，每一次呢少量的加入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也不会产生那种油水分离的情况。都搅匀之后呢，再加入下一次。这个 buttermilk 呢已经差不多了，刚放置了有10分钟左右，它就会有一些结块，像酸奶一样。哦，对，用酸奶替代也是可以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把低筋面粉和这个泡打粉都过筛，先过筛一半，然后加入一半的鲜奶油和这个一半的 buttermilk， 先把它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再加入剩下的干粉类的，还有呢，就是剩下的一半的奶油和buttermilk 在一起翻拌均匀。我的烤箱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调整这个温度。一般来说呢，180摄氏度左右烤30分钟也差不多。这个杯子蛋糕或者是麦芬蛋糕做出来的口感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细腻绵密，并且呢很湿润，所以口感非常好。那也推荐大家都可以试试看，无论是做早餐还是做点心都很棒哦。
都觉得有点屎了。面糊大概呈现这样的状态，不能太稀，也不能太厚，不然的话呢，都不会很好画。那接着呢，就把面糊倒入到这个裱花袋当中。这里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这个裱花袋剪这个小口的时候，它一定要足够的小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画出来的这个花纹呢，才是比较细的。这个蛋饼它熟得很快，所以你感觉到它能够很轻松的就可以晃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准备把它卷起来了。
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跟大家又分享了八种鸡蛋的做法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个三连支持我一下。大家有空的话呢，也可以多尝试一些鸡蛋的做法，让自己和家人的早餐呢，都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趣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